持人赵串。谢谢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药保湿伊贝诗冠名播出的，伊贝诗纯肌水纯净保湿，实时水嫩。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莎娜老师，欢迎。情感作家陆琪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红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胡磊老师，欢迎。接下来了解一下下面这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遭遇了怎样的困惑，各位请看。刚在一起时我天天黏着他，但他不喜欢那样，他希望我有自己的事业，可我按照他说的去做了，他却更嫌弃我了。他特别会给自己找借口。我俩的问题是他现在不像从前一样什么事儿都把我放在心上，他现在觉得自己特了不起。因为我工作的原因他总爱吃醋，我能理解他，但我希望他能多包容我一点，我以后也一定会让他幸福的。我已经跟他发过很多次脾气了，但都没有用。他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什么事儿都不听我的。我现在觉得跟他在一起太累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小赵，26岁，来自北京个体，有请小赵，有请。小萌，25岁，来自黑龙江学生，有请小萌，有请。欢迎两位哈。小萌资料上面说现在还是学生啊，读本科还是研究生了？今年考的研究生。哦，就是现在在研一。研一哈、啊嗯、厉害啊啊。咋认识的呀？在朋友的居上认识的。啊，哪年啊？2年前。然后就喜欢上了。刚开始看见的时候觉得挺不错的，然后我估计10个男人9个半都会喜欢吧。啊，其实就是说这个姑娘在你心目当中也是惊为天人了嘛，是这意思吧？ 对。然后就追了她是吧？对。啊，听小片说好像这个情感还挺复杂的，什么一会儿黏又不行了，又要发展事业了，到底怎么了呀？这个一开始我们俩在一起的是我差不多3-4个月吧追上他的啊，然后一开始我俩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经常黏在一起，那会儿我也没什么事儿干，然后他上学、啊、然后后来呢他一开始对我特别好，我就觉得这男生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他特别心细，只要一有时间就陪我，我就觉得特别感动，然后就跟他在一块儿，可慢慢的就他变得跟别人一样了，我觉得就变太多了。啊，怎么变了？我觉得我的终极思想是没有变的啊。终极思想啊，终极思想就是我们的未来嘛。嗯，但是过程的确可能是有一些变了，毕竟我们都在成长，每年都在长一岁。然后也是他一直在要求我来创业啊。我现在开始创业以后，工作其实特别特别的忙，确实。陪他的时间很少很少了，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啊，行，听下来是女生觉得跟男生相处的方式变了，是吧？对，是男生变了，不再那么围着你转了，是这意思吗？对，男生给出的解释是因为自己创业，啊，那这没什么呀。我想让他有点事儿做，我是想让他创业，是想让他脚踏实地的，哪怕我俩开个小饭店之类的都行啊。可他呢非得跟一个什么女性的朋友开一个传媒公司，我就觉得太不切实际了，然后他整个人都变得特别飘现在。啊，怎么飘了？他可能点子也挺好的，然后赚了第一笔钱嘛。啊，他就说什么自己赚了第一桶金，其实特别少，因为他就是创业很久才赚。多少钱？10万块钱。也还可以了，挺厉害的。
那都很久，就不像别人每个月发工资，他是很久才赚。这也不容易啊啊！他赚钱第一件事儿不是说我俩一起庆祝，他是发朋友圈，然后自己还在下面评论说什么自己多厉害，就我觉得干脆出个自传得了。嗨，不至于。后来请女朋友去吃饭了吗？我们一起，包括我的朋友还有他的朋友，我们一起玩了有3天吧。然后当时都挺开心的，他也没说我什么。他把朋友都叫了，然后又是唱歌又是吃饭，那几天就花了6-7万，我就觉得那以后日子怎么过呀？我觉得太不可靠了。哦，所以是从这个男生做事的行为方式，女生觉得不可靠了啊？还有吗？还有我俩在一块儿以后，他不光不陪我了，他住的房子呀车都不是他的，都是他合伙人的。我觉得啥意思？哪有，就是他不是跟一个女性朋友一起开公司啊，然后他住的那个房子和车，就开的车都是合伙人的。然后我觉得每次我去找他呀，或者跟他出去，他开着那车还有去他那房子，我就心里特不得劲儿。这你租合伙人的房子租的便宜是不是？不是这样的，那个是等于是就是我们公司的房子，公司的车，然后房子的话也有2-3个同事在一起住。那你就夸张了，这两个性质的事儿啊。但他跟那合伙人就关系不一般，那我俩一起出去吃饭看电影，只要合伙人一给他打电话，然后他就走了，就把我晾在那儿，他就直接就走了。你说哪有这样的男朋友？那到底是我男朋友还是他男朋友呀？解释吧，解释。其实千言万语一句话，都是为了工作，为了我们。你看，每次我一跟他吵架，就我俩说不明白这些事儿，一说他就说为了工作，就好像我多不懂事儿似的。不是，那人家您说我那个合伙人，人家哎为了公司，为了大家啊，整天在外面应酬，然后我自个儿在外面跟我自己女朋友出去玩，您说我这样合适吗？他每次都替他着想，不合适吧？哦，那你怎么不考虑我呢？我有时间，我肯定会考虑你啊。每天都要这样？当然不是每天，但是他就是揪着那小辫就是不放呀。不是，是白天我都能理解。就有一次晚上，我那个养的狗生病了，然后我就想着说，大半夜的，你说我自己怎么办？然后我就着急给他打电话，他推三阻四的不来。人家一给他打电话，他可快了。然后我给他打电话让他来接我，就说带着狗去医院看病嘛。结果他开车开到一半，那女的又来电话了。他把我放路边就走了，我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一个人还特别无助的那种感觉。这事儿的确是我办的不对哦，但是那天也真的是特别特别特殊的情况，因为那天每次都特殊。那天我合伙人跟我们的一个大客户之间闹一点别扭，然后我也是过去救场，这个真的是关系到公司的生死存亡。我不得不去，真的不得不去。但是我承认，真的对不起，这件事是我太疏忽了。是，我听着都什么事儿都云里雾里的哈。什么事儿都说，以后对他的工作我也搞不清楚。完了，他还不跟我说，然后就每次都给我承诺说什么以后，就他不光跟我这样，我就想着我俩年纪也不小了嘛，然后我就带他回家见我爸妈。结果带他回家见我爸妈，他跟我父母也是画大饼，跟我父母说什么我俩以后房子都买好了，车也买好了。结果他当时就喝多了嘛，可能有点，就给我父母看的房子和车都是公司合伙人的那个房子和车。我当时就踢他，结果他也没反应，还在那吹。没有吹呀，是你的。以后我们公司现在发展趋势很好的，2-3年内，那以后结婚能住那房子吗？2-3年内咱们完全可以是我的。你看每次一说你都说以后，那现在呢？现在我们不过日子了吗？那现在也没有，咱们也没有过不了啊。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真的你什么都是承诺，就都说以后。哎，我很好奇你是拿什么跟那人合的伙呀？我听那合伙人是拿资本，有房有车嘛。算资本吧，对，已经提供给公司了，也算是入股的一部分了。那你拿什么跟人合伙呢？我拿我的项目资源啊。啥项目啊？这个我觉得不太方便透露吧。行，那就不透露呗。就他工作的事儿都特别乱，还有他们因为要弄那些拍什么短视频，那关系都特别亲密，就经常给他打电话啊，什么叫哥哥哥哥，失恋了还给他打电话，然后还找他诉苦。
你说我要是失恋了，我也给主持人打电话，这合适吗？合适吗？在他的角度看，什么的，我凭本事赚钱怎么了呀？你凭本事赚钱，你穿花枝招展的是挺凭本事的。而且他说担心我，但他一次都没去接过我，我让他下班去接我，他都没去过。那我跟你说过那么多次，你就不能不去了吗？那我不生气吗？好，能不去吗？那他要是陪我，我肯定也不愿意自己去啊。他没时间陪我，我只能自己找点事儿做。这个世界上有一类女人，其实在我看来挺好的，就是不是男人只要把钱拿回来他就认为好，他关注的是这个男人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啊，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会挺好的。男生，其实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哈。嗯，你的女朋友反反复复说她想要的其实就是普通人平常人的日子和生活，你能给吗？可以啊，但是她一开始不是人家别一开始，她现在就想要那种生活，你能给吗？你看他还犹豫，可以了。那你现在的公司怎么办啊？你那些合伙人怎么办啊？我可以撤资，我也可以卖股，我可以把这些东西都给他。哎呀，可以做到啊？可以。每次他都这么承诺，他跟我说过好多次了都。啊，还想谈吗？我想。你觉得现在这么忙值当吗？我觉得其实是挺值的，因为我做的这些就是为了他。一开始我也不想，可是他不要这样的日子呀。可是他是要求我去创业，是他要求我去创业的啊。我希望你做点脚踏实地的嘛，你现在就整个人特别飘。哎，你合伙人知道你们俩为这事儿闹吗？这些我自己的私事我从来不会跟公司的任何人说啊。他都没说清楚过，他要说清楚这些事儿肯定就人家也不会这样，我觉得。哎，你们公司人知道你有女朋友吗？知道啊。知道是她吗？知道啊。那你带我出去吃饭的时候为什么说我是女助理啊？人家都知道的话。客户不知道呀，但是公司内部的人还是知道的。你确定吗？我确定。你确定吗？我不确定。他工作的事儿他都不跟我说明白，所以我现在就特别觉得他骗我。所以按照你女朋友的说法，你公司的人怎么知道你有个女朋友呢？反正十个里面有一半都知道。那是怎么知道的呢？我自己说的呗。啊，好吧，我们就这么听听吧。所以今天是谁要来的？我来的目的是因为我俩平时也没少因为这件事吵架，我就希望就是他能改变，就即使我们以后在不在一起，我都希望他能看清楚，就别再那么虚无缥缈，就脚踏实地一点。因为我俩就以后在一起过日子，或者说他就算不在一块儿，我也希望他能过得好。哦，听明白了，姑娘那意思说
你脚踏实地做事儿比什么都好。在不在一起，现在在你看来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是你希望让他别那么飘在半空，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啊。你来就是为了跟他好，对吧？对。该怎么办呢？听听老师们的意见。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小赵、小萌，你们好啊。小赵，你现在是处于一个极度膨胀的时期，你能感觉到吗？膨胀期。我觉得我没膨胀哈。我觉得都是为了我做的事儿。做这些事儿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事业呀。好，那跟爱情没什么关系，跟他没什么关系哈。这点我挺喜欢你坦诚，为了自己的事业嘛，先把爱情暂时搁一边。我先问你，合伙人知道你女朋友的存在吗？肯定是知道的，因为我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那肯定知道。你带你女朋友见过你的合伙人吗？没有一起吃过饭。见过吗？见过。介绍过吗？介绍过。是吗，女生？当时也没明确的说，他就是他有，你就告诉我有没有介绍说这是我的女朋友。介绍了。有吗？他就提了一嘴说这是我朋友。朋友和女朋友可是差别很大，咱说点实话行吗？啊，没介绍过吧？没认真的表明过吧？我介绍我120%的介绍过。好，你刚才还说到一点，你说让你女朋友以你女助理的身份出席客户的这个一些饭局哈，你质问她，你为什么就不能帮我一下呢？请问你的女朋友在你的事业上凭什么帮你？她又不是你的女合伙人，她凭什么要以助理的身份出席你的饭局，而你却堂而皇之地告诉她说我带你去见我的客户，然后你种种的所有对他所做的事情，把他丢在路上也好，然后只要合伙人一叫你你就去赴约也好，我看不出来一丁点你在乎他的感觉。其实你的这种虚荣心也好，你给人一种不靠谱的感觉也好，膨胀的感觉也好，就是因为你可能有一点自卑，你需要这些非常浮夸的东西来证明。真正的自信是不用任何东西来证明的，但我也理解，处在这个年龄阶段，事业刚刚起步，得到了一些成功的甜头，很多人都会膨胀，都会失去自我。但请你明白一点，就是站在你对面的这个女孩，你对所有的人都可以膨胀，你对她其实最不用膨胀的，你对她是应该最真实的。因为谁最后陪在你身边，我不能说是他，但是我想告诉你，未来陪在你身边的那个人是你应该最以真实面孔视他的。如果你现在欺骗你自己，未来生活和感情就会欺骗你。记住我的话，对女孩要说的就是，如果发现了一些你自己感觉有问题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底线在哪，越过你的底线就坚决不行，所以亮出你的底牌和底线，做出决断，好吗？嗯，好，谢谢二位。好，谢谢莎娜老师。那个，你把你端着那个架子啊放一放，就你就端的那个样子啊，就看着特别不舒服，你知道吗？我问你问题啊，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这个说不好。你看看，但凡问到你正儿八经都应该能回答的问题，你都说不好。我钱真的可能是现在是挣一个月赔两个月。对，他有时候就我就是觉得他特别不稳定，有的时候是一下赚很多，就是，他很久可能就不拿工资嘛，对吧？项目制嘛，没什么工资嘛，这也正常。一开始做创业大家都很艰苦，一开始你说我沾点股份不拿钱，这也很正常。你到现在没搞明白你女朋友到底在干什么，他其实没说什么感情的事儿，他在担忧嘛。说公司你说不清楚什么公司，赚了一笔钱两三天六七万就造掉了，所以啊他不是在为你担心嘛。我也大学毕业创业一样，我是一直是这么觉得的，创业是一件好事情，
创业也是可以脚踏实地的，但是创业这件事情没有什么是不可以透明的，现在你在你女朋友面前是不透明的，你这个云里雾里的，让人一眼看过去不知道在看什么。所以啊，我倒觉得一个人一开始事业成功一点，膨胀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这大家都会遇到，但是年轻人啊要踩在地面上，所以不要说什么创业，先把未来想清楚再说，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男生创业只有一年，用你自己话说是创业哈，一年对吗？其实我听来听去好像也没赚到什么钱吧，就赚了那10万，还让你三下两下挥霍完了。所以我理解为这是一个刚刚进入职场，以前可能好逸恶劳，也没什么正经工作，对吧？自己感觉找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朋友，就天天腻在人家身边，几个月被嫌弃了，好，我创业去了。每天忙到什么半夜回来呀，或者是不知踪迹呀，是真在创业干活呢，还是咱讲讲面子，说咱在忙呢？我都打个问号啊。所以为什么你给大家感觉那么的不踏实，给你的女朋友那么飘？真的是你的心没有在地上，准备认认真真去为未来的生活脚踏实地走那一步。我见过你这样的年轻人，打着所谓的创业的幌子，其实有那么忙吗？很多时间所谓的应酬也不过是去交际交际，认识一些有用没用的朋友，冲冲面子。当然你可能也不愿意跟我对话，但请你梳理你这过去的一年，你做的大部分事情是不是这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所以你年轻人创业做事，我觉得是好事儿。再忙再累，顾不上女朋友，但你只要脚踏实地去做，你找到了你真正的价值所在，我都支持。怕就怕在，其实只是冲了个面子，这就是女朋友所说的飘。而女生其实我觉得你也是控制欲比较强的一个人。你看她最初对你非常腻着你，很贴心的对你，其实你不满意，你嫌她没有正经工作。当她真的出去想要打拼想要努力的时候，你又开始100个质疑。我觉得她其实相对来讲就是个普通孩子，你的这种怎么做都不对的状态，她其实也迷茫。他可能多少会想，哎呀，我这样忙着天天去创业了，陪客户了，那我女朋友会觉得我挺能的，我挺有本事的，有事没事也不能腻在你旁边啊，腻在你旁边被嫌弃啊，出去陪客户说不定还能赚着钱呀。你说他为什么那么嘚瑟带着你去请朋友吃饭啊？可能他其实也证明给我看吧，也想讨你欢心。所以我都觉得你们二位啊，真的都应该脚踏实地。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有什么样能力，我就去做我应该做的事儿。我好好关心女朋友，我脚踏实地去工作。女生也一样，你找的就是这么一个男孩，没有太大的本事，但爱你，但和你贴心，愿意陪着你，你何不享受这一段的美好呢？然后陪着他一起成长，找一份稳当的、踏踏实实的工作，不好吗？我们不要去要求对方超越对方能力的行为，也不要去控制别人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让他去前进，顺其自然其实是你们最好的状态。男生也一样，女生也一样，找回自我其实就会一切水到渠成。不要去要求对方做自己希望对方成为的样子，也不要去勉强自己打肿脸充胖子做不适合自己的事儿，好吗？祝你们都找到自我，谢谢。好，谢谢严老师。严老师哪段话说到你心里了？说的小眼泪还巴巴的。啊，行，不想回应，来，涂老师。啊，真哭了？可不是嘛，稀里哗啦的。恩生，你根本不像一个创业者。创业者非常清楚，拉投资、找投资是多么的艰难。没谁像你这么造钱的。我最担心的是，我是觉得你这个男生极虚荣，到女方的家里去可以大言不惭地把别人的房子和别人的车说成是自己的，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一个飘的状态。
如果这是我的女儿或者是我的亲戚，我是绝对不放心把她交到你这样一个人手上。因为据我们刚才所了解，这个女生对你干什么，公司的运营业务一概不知，这太可怕了。所以我认为其实今天倒不是谈感情的问题，姑娘，而是你们之间一些对等的信息公开的问题。如果她连这个都做不到，别谈恋爱了。所以我觉得你们之间现在最重要的一点还不是什么虚荣和感情和将来，是坦白。如果没有这个坦白，你们趁早拉倒，不要谈情感的问题，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行了，剩下来时间留给你们吧，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开往北方的列车，其实在一起这么久了，我知道我总是什么事儿都想让你听我的，其实我特别不放心，我早就知道可能我们不太合适，但我就是放心不下你，我就希望你以后也能，就是自己也能过得挺好的。我懂了，祝你幸福。行了，谢谢两位，请回吧。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下载今日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今日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